大家是否发现这两年 Vans 与潮流玩具之间的合作明显变多了？去年的 How to Walk 互联的 Lin 合作盲盒，今年的 Luck 每次合作都能在潮玩圈引起不小的轰动。最近发布的 Labubu 和 Vans 联名同样如此，发售当天各地的 Vans 门店都排起了长队，只为得到那只限量的玩偶。哎，我们就有幸在发售前拿到了这个超大的 Labubu 玩偶和它的联名鞋款。如果说 Molly 是泡泡玛特家的一姐，那现在 Labubu 就应该叫得上是一哥。这个由香港设计师龙家生制作的玩偶是这次合作的绝对主角了。双方一起设计了巨大的单鞋盒作为包装，真的超级夸张。对比 36.5 的鞋盒，它居然有三个鞋盒那么大，对应的自然是一个硕大的 Labubu 玩偶。为了这次联名， Labubu 也是精心准备了一整套契合感十足的穿搭，衣服和鞋子都是这次联名单品的迷你缩小版，配上帅气的工装裤、帽子、衣服、裤子都可以脱下更换，眼睛和各处关节呢也都能自由活动。最重要的是，全身毛茸茸，手感超好，真的不要太好拉了。联名对应推出的鞋型有三双 ：SK Me、质量36和 Air。先来看看这双 Labubu 上脚同款的 Slim Me。这双鞋完完全全是 Labubu 具象化的变身，全身由麂皮毛绒材质完美还原了 Labubu 拉起来超舒服的手感。但别忘记 Labubu 可是一只怪兽，巨大的嘴巴和外露的牙齿变成了外侧的侧边条，甚至条纹的尾部还逼真的还原了 Labubu 脸上三个字的细节。另一侧鞋盘看着压印 Labubu 的头像，这到此一游的意思吗？远看联名中的 Stella 36红白配色，哟，这不就是权志龙同款吗？但细看之下，两侧帆布都是 Labubu 的手写绘画，这插画其实也出现在鞋盒上。绒面皮部分通过压印工艺营造出七方格的图案，红色皮革侧边条上的牙齿纹路自然是 Labubu 的尖牙利齿。最后这双 Air 就是联名款中唯独没有 Vans logo 侧边条的鞋款。 Vans 会把 Labubu 的牙齿安置在哪里呢？答案就在大礼包边上，上面都是 Labubu 牙齿的暗纹，然后棕色长绒麂皮，中间各种各样 Labubu 的头像排列成七方格，构成了这双最好穿搭的 Air。 即便你不知道它是 Labubu 联名，当作时下流行的美拉德风穿搭也丝毫不是问题吧。三双鞋子的超高完成度也体现在细节上，有特殊的水晶大底、棕白七方格鞋垫、包边内侧的 Monster 字样，它还会随鞋附赠三副可替换鞋带以及 Labubu 的皮质吊带。就连鞋盒也是印着龙家生专门为联名设计的漫画。看完全部个人感觉的话，这次鞋子更加适合女孩子，毛绒的感觉充满了俏皮的味道，但是对于我们这些直男可能就接受不得了。屏幕前的你觉得到底如何？不妨在弹幕和评论中告诉我们。反正我自己是被这个毛茸茸的大玩偶征服了，真的是太可爱了。好了，这就是本期全部。如果喜欢 Vans， 一定记得关注 Vans 爱好者，我们下期见。